来，我听说呢，你要在上海办自己演唱会，对不对？这次上海演唱会的主题，一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，好不好？这次还是延续了去年的主题来的。而且呢，除了在演唱会的表现、音乐的表现之外呢，自己在影视作品上也有新的作品了，有新的角色要跟大家见面了。这个角色叫做……角色叫做《在明年》，然后新的电视剧《爱情花灯》，然后我也是，我一起期待陈忠在里面的精彩表演，希望今天晚上玩得开心，谢谢。掉了一个，来了吗？好的，接下来走上我们红毯的是中国。